吃点吗？真的好吃，你吃点吗？不要诱惑我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减肥了。哈哈，真的太好吃了，给我尝一点呢。嗯，真的好吃。你这是什么拌的呀？猪油拌的。我说你别减肥了，就你这么贪吃怎么坚持啊？我这可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行，我给你三次考验，你要是没坚持住你就供我使唤一天。我要是坚持住了你就供我使唤一天。成交。哎，喝哪杯呢？嗯，这个好喝。嗯，那个也好喝，买多了耶。你要喝吗？嗯，这个也好喝，有骨气嘛。什么？你请我和天天吃火锅啊？随便点啊，现在呀、啊。随便吃哦。我不去，我要去楼下跑步，再见。哎，刚煮好面，可是要出去一趟，好浪费呀、啊。Here I go, here I go, here I go。哈哈，逮到了，逮到了。你吃啊，我给你这个汤。你要不就喝这个汤，太好喝了。这是最近年轻人都爱吃的白蒜汤和老母鸡汤面，炭火熬制的浓郁高汤加上劲道的面条，最近都卖疯了，看你就抵挡不住。真的好吃，感觉用料都是精挑细选的。那当然，白蒜可是国货之光，是地道的中国面，是连女足去澳洲比赛行李箱都得带上的中国面哦。你买这么多，再给我泡一包吗？你最好了。天家，给我倒杯水。来啦。嗯，哎，脚有点酸。你看这个力度合适吗？好像我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洗，亲家，马上就去。哎呀，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，我买的白象中国面分你一半。